从巍巍昆仑到塔克拉玛干，没人能阻止我们前行的脚步。从克里亚山口启程，我们翻越天险古道，12年没有死过人，哇，爽！一路跋山涉水，快点快点，去和无尽的沙海角逐。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，造就无数探险者心中的禁区。狂沙、涉水、迷途，砥砺行走是对自然最好的回敬。我们站在古丝绸之路的枢纽，穿越无垠的亘古岁月，用科技记录精绝古城的文明刻度。沙漠的昼夜温差是最大的，晚上可以达到-20度。极寒、透支、陷落，伊犁和险途展开无数次较量。我们向着塔克拉玛干的心脏，领略沙漠绿洲的人文风光。用科技揭开中国最原始村落的神秘模样。5450米昆仑山脉砥砺攀登，1288公里沙漠徒步穿越，脚下的每一步都是人与科技探索的极限，更是跨越古今文明的对话。一次挑战，诠释欲险阻而不退，非极致而不为。始于昆仑，跨越山海。华为 Mate 50系列，致敬极境中的敢为。